这安尼看袂出啥物物件吼？这是一丛水果，这是一丛叫做新苹果牛奶果的水果，头一百年，日本时代来甲台湾头一百年，我甲种伫迄梅子袋内底，偌粗，差不多安尼粗。因为伊直直喷啊底，啊无这头加袂粗，已经足老个啦，一百年啊。即摆咧甲整理危机，因为整理喷啊底，袂使互伊伤大，所以爱甲这叶啊拢甲伊处理理个。进前着甲扯过来倒呀，一直甲矮化。即马要甲你看会到的，遮个叶仔拢甲扯扯落来。牛奶果、新苹果，日本时代甲即马几百年个啊。有兴趣个吼，参考看卖啊。迄种里面一袋内底，该要种啦。这庭园景观树嘛，真水啦。因为叶啊的金黄色，叶背金黄色，蛮漂亮的。然后兴趣想要做电子镜的，再和我联络一下。OK。